ESG 強積金而家就淨係得環球股票類，嚟緊十月會有恆指同埋債券類嘅 ESG 強積金揀。揀 ESG 強積金有啲乜嘢要注意？唔同種類嘅 ESG 強積金又應該點揀呢？今集退休即忘返，強積金專家梁世傑帶你一探究竟。